繁体写法是这样的，经文里的业长这样，上面表示的是柱板加架，中间表示的是柱墙的杵，下面则是柱板框的意思，合起来表示柱墙的工具，后引申为家业产业的意思。农业文明时期，男人最大的事是成家立业，成家是娶妻，立业就是架起柱板柱墙建房了。业也表示通过劳动可获得立业的资本，引申为职业、行业、学业等意思。桃花源记中曾写道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这里的业就表示职业的意思了。古有居者有其屋，勤者有其业，劳者有其德的民生理想，今有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的生动现实图景。随着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，从低矮茅屋到高楼大厦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因城施策、租购并举、保障性住房、安居工程，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，更是为立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过去一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，今年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将不断线服务，高校毕业生就业、退役军人就业、农民工就业、残疾人、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成为重要保障对象，就业创业门路四通八达，各行各业发展日新月异，新产业、稳就业、富家业、乐业才能安居。